because they consulted Hao老师. And since the topic that I'm going to talk about today is a little bit far from physics, I thought that sort of communicating in Chinese would make the content easier to understand. But if you feel that my Chinese is a little bit poor in sort of explaining the signs, then you can ask me to come back to that question. Okay. 所以我谢谢侯老师今天给我这个机会。其实我从来不会想到，就是在这个机缘下，在这个时机会来到这边给演讲。因为我是在中研院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做的实验离大理理论物理非常的远。那甚至离实验的物理有一点远，因为实验物理要求是更加的定量。那我们的实验其实是非常定向定性是在做比较现象学的部分。所以。不过我还是很高兴，就是在这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做些什么。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部分是我们在实验室正在开发也在使用的一个实验的技巧。那它的名字我给它一个非常简单的名字，是 Light Activated Selective Autophagy。 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奇怪，不太熟悉，因为它里面的确包含了一些生物的字眼。所以在我开始讲为什么我要开发这个技术，跟我们用在哪里。 之前呢，我想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卡通图跟大家介绍一下它到底是什么。那希望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介绍，大家可以在一开始先知道说今天的talk是有关什么事情。所以。 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要开发的方法，跟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是一件这样子的事情。就想象我这边画了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细胞，就是像我们人类身体上的细胞。那我们都知道，如果大家还记得在高中的时候，或者是在其他时候学到了一点点的生物的话，你知道细胞就长了一个这样不规则的形状，中间是细胞核。那除了这个之外呢，细胞里面其实存了很多的所谓的胞器。那我这边把它。 写成不同的名字，那我一定要A、B、C、D、E、F、G，我们不太需要知道它是什么。所以这些胞器呢，在细胞里面负责各式各样不同的工作。那我希望做到的事情呢，就是能够导进不同颜色的光或光源。它可以照到我想要照的胞器上。它能够做什么？我照到之后呢，我希望呢，利用这些光可以，选择性的破坏某一些我有兴趣破坏的胞器。它可能在细胞的某一个特定的地方。 或者某一些种类，或者一个combination，用不同颜色的光来毁坏不同的胞器。那这时候你会想到最直觉就一件事情，就是细胞当它东西坏掉之后，它一定要想办法去修补它。所以可能有修补的过程，可能因为坏掉，所以细胞需要把它拿掉，像我们的一部车子坏掉，一个零件要换掉一样，或者是这个零件拿掉之后需要补新的上来，或者还有其他的因应指导。所以细胞碰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它必须做非常多的反应。 那你可以借由这样子的刺激呢，来讲细胞怎么样去面对这些胞器回馈。那其中之一呢，我刚才讲到，可能胞器坏掉之后，可能细胞要产生新的啦，可能要修复啦，可能要把它移除啦，那就一大堆的细胞的反应。那其中我今天想要讲的就是所谓的 selective autophagy， 就是细胞怎么样利用这个过程呢，把坏掉的胞器给拿掉。那你可以看到坏掉胞器被拿掉的时候，你。 可以想到很多方法，可能去看这件事情。那同样，你可以用很多方法去看这件事情的发生。那我今天要给大家看，其实就是直接在显微镜下观测这些细胞的行为。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在晶圆系统就是你拿到一个细胞放在显微镜下面，你 somehow 利用光呢去破坏到你想要破坏掉的胞器，在某一个细胞的特定位置上，那细胞就开始做它的事情，那我们就去观测它。 然后继而来了解这些细胞怎么面对这些需要修复的物质。所以这样子的事情，我想对大家来讲应该是非一个非常直觉简单的方法。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当你要破坏事情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用光的方式去做。就像说我们前一阵子上个月上映的电影《钢铁》，里面很多 character 呢，很多角色都是利用镭射去打别人，像这个。 同样的，我们在国防工业上面，现在大家也发现说，用飞弹其实是不合算。其实用镭射来把其他的飞机打掉，或把其他攻击性武器打掉是比较简单的。因为你要装设一个镭射是比较贵，但是之后你要
攻击其他飞机或船舰的时候，只要发射一道镭射光，那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那因为我是换了电脑，所以我不太确定这个可不可以看。对，就是这边，所以这个在上个月美国他们试验他们的镭射武器系统。那这个是一个无人驾驶的飞机，那在某一道航空母舰上射到一道镭射光，就可以把这飞机。所以利用光来毁坏东西，其实不只是在我们现在想要做，其实在各行各业大家都在做，所以基本上是一件很可行的事情，就是非常容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到，就是在做细胞的实验时候，也许可以利用这样子的概念进来。所以讲到这个我们实验的方法之后，就是给大家一个概念，说我们实验是要做什么实验之后，我就是想要回来花接下来的时间讲说，那为什么我要做这样，为什么那么无聊想去设计这个方法，那这方法有什么好处，可以解决什么样子的问题。好，那在那个之前，我想我还是要稍微介绍一下胞器，因为大家毕竟可能接触到细胞或细胞器可能年代已经有点久远了，可能在高中的时候才接触，国中的时候接触，甚至大学接触，那现在做研究可能没有看到过。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细胞，如果在教科书里面之后，细胞通常会被画成这个样子，那它画成这个样子其实是我们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到细胞的模样，那它里面并没有画什么特定的蛋白质分子，什么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些重要的分子，它其实画的是胞器的分布。因为在电子显微镜下你看到的细胞呢，基本上就只有看到它的胞器的结构。那现在我们知道呢，这些胞器其实在细胞里面就是它重要的零件，就像车子的零件或者我们房子里面重要的元件，它负责不同的事情。像说我们大家可能有听过的立线体，是在细胞里面负责产生能量 ATP。所以细胞运行它需要能源，它就需要这个立线体是正常的。就像汽车里面可能需要使用。那它也有其他像画在细胞核旁边这些胞器，这个是内质网，就是 E 嘛。那它可能是负责细胞里面合成新的物质的地方啦，或者是把蛋白质折叠成对的结构，让它们有功能的一个位置。所以这是另一个别种的胞器。那你也可以看到这小小的地方，这个是等同于细胞的胃。我们有胃，我们吃外来的东西进来的时候，我们送到胃里面去分解。那胃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酵素可以催化这样的反应。那在细胞里面，细胞也会吞进外面来的东西的养分，那就是送到细胞里面的胃，就 lysosome 来进行分解。它是一颗一颗小小的。所以细胞里面有各式各样这种各式各样的胞器来负责做不一样的事情。所以那这些胞器呢，虽然功能很不一样，它的组成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我们看到食物啊或我们人体各个部位，其实化学成分是非常接近的。它不外乎就是一些蛋白质是氨基酸组成的，一些脂质或者一些糖分。那这些东西组成的东西，我们知道日常生活经验就告诉我们说，它不可能非常的简单，对不对？我们稍微随便跌倒，然后我们身体就受伤，或者是哪里刮到哪里就有危险。所以同样，细胞这些胞器天天在运行，也常常会碰到损坏。那我们一直以来知道说，细胞应该有能力去修补这些毁坏掉的胞器，然后可能可以产生新的胞器。但是到目前为止，其实细胞怎么样面对这样子的问题，其实大家所知道并不多。那这事情知道它修补是怎么修补，为什么重要呢？就想象一个这样的情况，好，因为细胞，那随着时间，如果说你没办法修补它，那细胞可能会堆积越来越多不好的胞器。那一开始你年轻的时候，细胞可能还活得好好的，因为一些部分被不毁坏掉的胞器占据可能还好。但随着你年纪越来越大之后，那你细胞里面越来越多这些东西堆积，然后你一直不能修复它，那细胞可能就会受到一些压力，可能不能正常运转。那如果这个东西发生在你的神经细胞，神经细胞是最脆弱的。所以如果堆积了这些不能修复的东西之后，那细胞可能就有一天就死掉。如果发生是在你记忆的区块，那你可能得到失忆症。那如果是碰到控制肌肉的神经细胞，你可能得到 Parkinson's disease。那如果是在你的器官里面，就得到相对器官的疾病。所以背景的这个纤维是什么？这个吗？这个是细胞在细胞在人体里面需要一些细胞外面的骨架帮忙支撑它的细胞，所以是所谓的 extracellular matrix。所以这些东西呢，如果不能够被正常维持的话，我们就是现在很多人在相信说，这些东西如果没办法被正常修复，可能跟我们老化碰到的很多疾病。所以
细胞应该要怎么样子来修补这些坏掉的包器？那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困扰大家非常的久。那真正有一些大家有一些猜测，大概也是这四五年来的事情。那似乎大家在实验上可能发现了，哦，有一个细胞的这个 pathway 这个机制呢，可能可以来消除坏掉的包器。为什么？所以我现在讲这个之前，我就要先介绍什么叫做 autophagy， 就这个字，我在那个演讲的那个题目上面。那这个过程呢，是来自于细胞产生一个双层的膜，在细胞质里面产生双层。我们知道我们的包器都在细胞质，那细胞在细胞质里面可能产生一个双层的膜，然后渐渐把它想要分解的东西给包覆起来。那这里面可能有很多东西。在因为细胞里面是很复杂的环境，它可以同时包覆了非常多的东西，然后把它包裹起来。把它包裹起来之后呢，它会被送到细胞的胃，就是这个 lysosome 溶小体里面，两个之间进行融合之后，这些原来在细胞质里面的东西呢，就跑到溶小体里面。那溶小体里面有很多酵素，就催化这些的分解。那因为溶小体是细胞的胃，所以它有各式各样的酵素，它不是只有单一的酵素，就像我们的胃。你吃一个汉堡进去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但是细胞有能力身体有办法分解它，因为胃有各种因应这些分解需要的酵素。那细胞也一样，溶小体有这些所有需要用到的酵素。那你如果把东西细胞质的东西送给它之后，它就有能力把它给分解掉。那因为包器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组成，它不是只是一个蛋白质，或者是某一个脂肪，或者是糖，或者是核酸，所以它也应该要需要像这种溶小体，像我们细胞里面的胃这样子的东西来分解它。因为如果在细胞质就要分解这些坏掉的包器的话，你可以想象细胞可能需要把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些酵素从各个地方各个不同地方给带过来，那可能是非常困难。那如果说你可以利用所谓这个细胞自噬的过程，也就产生这个双层膜，把要吃掉的东西给包起来，然后再带到溶小体的话，也许是一个好的方式。所以直觉上来讲，这似乎是一个可行的方式。那为什么我这边写 selective autophagy？ 因为这个细胞自噬在40年前发现的时候呢，大家一直以为说它在吃细胞质里的东西的时候，它没办法辨认它要吃的东西是什么。那这时候就碰到一个问题，如果细胞想要利用这个方法去把某一个坏掉的包细胞吃掉的时候，它可能会把旁边好的东西一起吃掉，那这时候就 变成一个不好的方式了。但是大家最近也是四五年来发现的事情，就是细胞似乎有办法呢，把不要的东西排除在外，那他们把这个过程称之为 selective autophagy， 有选择性的细胞自噬。那当你有这个事情之后呢，你就可以想象细胞呢在细胞质里面到处兜寻，然后找到那个坏掉的东西，把它包起来，然后再送进来做分解的工作。所以我想要讲一个这样子的例子，就这个事情真的有被发生，这个大概在五年前的时候被发现，这个。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一个生物界很重大的发现。它这个在2008年发现之后，现在今年累积的引用次数已经超过1000次。那它发现的是说，坏掉的粒线体，就当时候以前都还不知道粒线体会坏掉，然后应该被修复，但是大家都不知道粒线体到底怎么被修复。它在那时候发现呢，一个好的粒线体呢，这边有它的图片，就是有一个细胞，然后粒线体长是长长，就是红色的样子。那这是细胞的轮廓。啊，细胞里面有一个这个蛋白呢，被介上绿色的荧光，在 parking 这个蛋白点被介上，所以本来粒线体是好好的，它在这个中间的地方呢，氢离子浓度特别高，那它需要这个氢离子的氢离子在这边保持这粒线体正常的功能。就他们发现呢，他们加了一个小小的药品，去破坏掉这个 pH 的 gradient， 这个氢离子的这边的浓度。造成粒线体的毁坏。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他发现粒线体上面呢就会多了一个蛋白出现在上面。也就是好的粒线体本身表面可能长了一个样子，坏的粒线体的表面呢就出现了 parking 这个蛋白在这边。所以他加了这个药品之后，过了一个小时，就发现本来这个蛋白本来就是在细胞质里面，没有在任何东西上面，但是过了一个小时之后，他就完全的上到这个粒线体上面。这红色是粒线体，绿色是这个蛋白。再隔一阵，再隔12个小时之后呢，你发现这两个细胞呢，粒线体越来越少，然后呢，这个粒线体上面还是保有这个蛋白。然后再过了48小时之后呢，
这些细胞粒线体完全都没了。然后大家从这个地方衍生出来，就是发现它是透过这个蛋白上去之后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细胞利用刚才讲的细胞姿势产生的双层膜把它包起来，然后送到染料体里把它分解。所以这个发现这个东西被发现之后呢，引起了很多做生物人的兴趣，包括做神经科学。为什么？因为这个 Parkin 呢，就是很多得到 Parkinson's disease 就是巴金斯氏症的人呢，他就是这个基因这个蛋白受到突变。所以他很多人做神经科学认为，哎，也许就是因为细胞没办法把坏掉的粒线体给清除，所以造成一些神经细胞死亡，你才会得到这些神经性的疾病。所以做神经科学有兴趣，那做这个细胞自噬人也有兴趣，他发现说，透过这边你发现说，细胞只会把坏掉的粒线体给清除掉，它不会把细胞其他东西给弄掉，所以细胞还活着。所以这时候他们发现了说，细胞自噬可能是 selected。它不再是那种大家觉得是细胞随便在吃东西的一个东西，所以引起所以做细胞自噬也疯狂投入的。那对于做传统细胞生物、基本细胞生物的人，也开始发现说，哦，我们现在可能知道胞器可能是怎么样子，被细胞给吃掉、给处理。那这时候也会投入这个同样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样子的发现引起很多人的注意。所以这样子的方法其实当然那2018被使用之后，就是加这个小小的药然后引起这样的反应之后，当然大家就广泛使用。你只要从 Sigma 买这个药品回来之后加到你细胞，就可以做这方面的研究，做神经科学的研究，你可以做细胞生物的研究，或者做一些生化的研究。但是本身我们觉得它有一定的问题存在，这是为什么？就是它这么一个重要的问题，然后有这么好的药品，但是它却有一些隐含的问题，我们觉得我们不得不解决。就是这个药品呢，其实它就是在细胞里面做了一件事，只是做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就在细胞里面呢，它会结合氢离子，它结合氢离子之后，它还可以穿过膜。所以任何一个 pH gradient， 就是在膜的两端如果有氢离子浓度的不同，会因为你加了这个药品之后而消失。因为这时候氢离子本来没氢离子没办法正常的穿越膜，所以你可以。造成你可以在膜两边建立一个氢离子浓度的不同，但是有这个药品之后，细胞就没有这个能力。那刚好粒线体需要这一件事情的发生，它需要氢离子一直停留在它这个中间的位置上面才能正常运作。那你加了这个之后，破坏了它功能，它自然就会坏掉，所以它非常容易用。但是你可以想象，这个事情不可能是专一的，细胞里面还有很多地方有这样子的事情的发生，在膜有它的膜电位，所以第一个这样的小分子不可能是非常专一。所以你在研究这样重要的课题，就是粒线体怎么样子被细胞给分解的时候，你有非常多的背景在里面，但你所观测到可能跟这件事情没关，那通通被算在里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加进去之后，你并没办法控制这些药品要跑到哪里去，所以它会同时把细胞所有的粒线体给弄坏掉。那说粒线体这么重要的话，细胞有办法承受你同时把它全部都弄掉吗？弄掉的时候，难道细胞不会产生一些非常奇怪的反应，是我们平常看不见的？这是第二。你如果把这药品加进去之后，粒线体全部都不见了，你本来是要研究粒线体毁坏之后细胞怎么处理，但是细胞可能受到强大的其他的压力，它完全没有能力去产生能量，那细胞可能会做一些事情，然后你可能会观测到它，它可能跟细胞处理毁坏粒线体是完全。第三个是，通常在正常人体里面，我们不会相信就是某一个细胞里面会同时间所有粒线体都马上坏掉，这就有点像警察抓小偷的游戏嘛。坏掉粒线体就像一个小偷，那我们在台北市里面讲，出现了一个小偷，那可能如果是在大安区，可能大安区的某一个分局警局隔了很久才派一个警察出来，那就关这个是正常的反应。但是问题是，如果你同时让全台北市跑出10000000个小偷跑出来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暴动。那细胞的警察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那在细胞里面也是一样，一个粒线体坏掉跟全部的粒线体坏掉，它的反应应该是不一样。这至少是在直觉上，我们认为是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你当你加这药品进去，你是同时毁坏到所有的粒线体，那显然跟我们身体实际上发生的状况并不一样。那你观测到的事情真的是具有意义的？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就会想到
既然大家这么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工具，那我们能不能发展另外一套工具来研究这一方面的问题？所以前面那个照片是分离出来的立线体吗？还是在细胞里？在细胞里。那这边发生了什么？就跟你写下面讲的稍微有点矛盾。对，所以我等一下会说，就是他们这样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实验？第一个，然后这样做实验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他们很幸运，当时他们很幸运挑对了条件做了这个实验，这个 conclusion 是对的。但是还有其他的部分并没办法解决。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所以刚才黄老师问一个很好的问题。既然那个小分子虽然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可以解决啊，好像可以回答重要的问题，那为什么需要这个工具？这我可能到后面再讲。那我先讲说，那我要解决我刚才讲的这三个问题，该怎么做？那我们开始，我们的实验室主要是在做细胞影像，所以你第一个想到就是光，就是你用光的方式。那为什么光会比较好？因为你加小分子进去，假如说你有在一个地方四个细胞，你加进去，你没办法控制它去哪。你也没办法控制它什么时候会跑进去，所以通常就是隔一段时间它就到了细胞，然后把细胞里面所有这个小分子会作用的东西全部都给作用，所以四个细胞所有地方都受到影响。那这个可能是一个 OK 的方式，你也可以研究一些非常也许非常明显的现象，但是它并不能但是它有很多东西不能，像是如果就像我刚才讲的，假如说一个小偷跟很多小偷，但是如果你用光学的方法，假如我有办法用光学的方法，用光进来只破坏某一个区域、某一个特定的包器的话，那这些问题，刚才讲的问题就随便就全部解决。第一个，你会不会有专一性的问题？不会，因为你光可以知道你要的地方。你会不会碰到所有的包器同时都毁坏，就是细胞碰到一些灾难性的变化？不会。然后它也更加接近我们实际上生理碰到的状况。所以光学这样子的好处，那这个也当然是受惠于光学的发展已经是非常久远了，所以说大家已经知道怎么样子把光可能聚焦在细胞的某一个点上面，可以得到非常好的解析度。这些都是完全不需要做生物的人来担心，这些都是完全可以完全你只要花钱就可以买。所以大家可能会问，好，你既然要用光的话，那我们生物体本来好像看起来在太阳下，在日常光下面照射，并不受到影响。光真的可以毁坏胞器？所以我现在举几个例子，说光真的其实很容易毁坏掉我们身体上的很多东西。就拿小孩子来讲，我们平常走在路上，我们现在最怕就是在大太阳下。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光对我们不好，除了刺眼之外，它可能对我们的皮肤。所以你看，小孩子走在路上，他知道要撑伞。同样，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报纸就在登说，很多人想要用光呢，去把癌细胞给烧掉。那事实上这些也在发生，有些皮肤癌其实是用镭射的方式去把它烧死来治疗，进行治疗。所以光实际上是可以用来破坏生物体。同样，我们在做美容，如果说你对治疗没兴趣，那对医美可能有兴趣。很多人可能觉得我们有老人斑或者哪边不漂亮，你可以现在到很多外面医美诊所，他们用脉冲镭射帮你把这些有斑点的地方烧了一下，让它重新长出来，你身手上或身体上皮肤上的斑纹就会减少。所以你要毁坏掉这些，你也可以毁坏到你不要的东西，或者是我们知道我们照射太多的阳光之后可能会得到皮肤癌，那就是因为光线中的紫外线可能破坏掉核酸 DNA， 然后造成一些毒。甚至有一些人在细胞层面上也在做这样的事情，他研究神经网络，他想知道一些神经细胞连在一起，就像我们的电路一样。那我想知道说，这神经细胞 A 跟 B 之间可能有一些连接，我把这个连接破坏掉之后，对这个网络的影响是什么？他们可能用光进来把这个连接的点给烧掉，然后看看这个神经网络跟之前有了什么的不同，进而来研究神经网络。所以光事实上是有潜力，光是可以来破坏生物体内的物质。那所以说，问题就是，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有这么多的方法，那最后我们要选择怎么样达成我刚才所要建立的实验方法？所以我们选择实验方法就是透过氧化的方式。那因为什么氧化是这么厉害的一件事情？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们平常去买水果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会不小心提一提，不小心掉到地上。
就拿起来回家看起来是正常，然后放在旁边。但是隔一两天之后就发现，哎，不小心被你撞到的地方之后呢，水果那个地方烂掉。那这是为什么细胞为什么一个水果会这样就烂掉？它原因就在于这些水被撞到的地方呢，它的皮可能受到破坏，造成氧气可以进去，氧气可以氧化那一部分，那个附近的物质，造成那个地方烂得特别快。这件事情告诉我，就是这些有机的分子呢都非常怕氧，非常怕被氧化，一氧化就坏掉。那水果跟我们，你就说，那水果跟人真的有一样吗？跟我们这些细胞东西有一样？那我还是回到一句老话，虽然这些东西很不一样，但它的化学成分基本上是一样，它也不外乎就是蛋白质，就是糖类，就是脂质。我们跟水果基本上是一模一样，一样怕被氧化。那就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喜欢，假如说我要保护我自己的皮肤，你一定会买一些保养品。那这些保养品一定会强调一些最重要的事情，它有抗氧化剂在里面，因为我们最怕的就是氧化这件事情。只要你能促进氧化，那个东西，生物的东西，这些有机分子呢，如果碰到氧，它就没辙。所以我们想要用的方法，就是用光来促进一些胞器的氧化，把它毁坏掉之后，然后再看看细胞的反应。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也不需要发明它，因为在光化学里面其实已经有利可循。你怎么样可以用光的方式来促进物质的氧化？那这边举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你。利用光来激发某一个会吸光的物质，这些可能是任何一个物质。它吸收光之后呢，它如果撞到了氧，那氧通常它在它的基态的时候是 triplet state。那撞到氧之后，会让氧进入它变成单线的氧，就是 singlet oxygen。那这样子的氧呢，氧化的能力会比氧在 ground state 里面高千倍以上。所以我们平常已经很怕氧化了。你当把氧 convert 成 singlet oxygen 之后，它氧化能力上千倍，所以你可以立即很快的把吸光这附近的物质呢，很快速的氧化，你就立即快速的氧化。那说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胞器上，那我们就可以想到这胞器可能就会面临到立即的毁坏。它可以直接那个光照到氧上面给它激发，不需要透过。会比较，我等一下会讲到为什么会比较不 selective。但我可能到最后再回答这个问题。好，所以基本上的流程就是这样子。我如果有把办法把一些吸光会吸光的这分子呢送到我要的胞器上，刚好这件事情，因为细胞生物过去20年的发展，其实有非常大家已经知道怎么做这件事情。我如果可以把特定会吸光的物质送到某一个胞器上之后呢？我就可以用光打那一个胞器，这个胞器呢就会产生大量的这个 singlet oxygen， 那这个东西呢就会快速的氧化胞器里面的蛋白质，只要是蛋白质的话，有一些特定氨基酸很容易被氧化，如果是脂质也会。那这时候呢，说对于蛋白呢，可能蛋白这些我想大家就不用看，就是蛋白质它就会失去功能，如果脂质它形成的这些细胞膜呢，可能会破，这些胞器的膜可能会破裂，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到胞器毁坏这件事情，所以我想概念上大家可能觉得这直觉不过嘛，很好做，但是它难处就在于，那你到底究竟要把细胞，你究竟要毁坏多厉害，才真那个胞器才真的坏掉？因为你打太厉害，可能胞器坏了，细胞也死了；打得太弱，细胞可能又有办法把它修复。那你要怎么样子打到对的强度才是生物上有意义？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那我今天想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轻松，现在可以轻松的做到。那我来举第一个例子，就是因为之前2018年的时候，大家已经发现说，毁坏的立线体呢，细胞可以利用细胞自噬的方式把它给找到，然后吃掉。所以我们想要建议的方法就是，假如说我一个细胞，我能不能一开始先展示给秀给大家看说，我可以用光照到某一个立线体或一群立线体，之后呢，我就可以在细胞里面看到说。那个立线体被细胞自噬给清除，正在被吃，所以我就画出这个卡通，就是我想要达成这样子。那在比较细微的，再把它放大一点，就是这边有一个立线体，我想一个办法呢，把这些会吸光的物质送到立线体的中间的这个空间里面去，它变成红色。那这时候我光照它之后呢，它就会产生很多这些自由基，就是像说 singlet oxygen， 它可能会破坏掉蛋白质或者它让我，那它坏掉之后呢？我希望看到什么？
我希望看到这是跟巴金斯